第一张作品，我是田雅霍，是对你不是别人，你就是田雅霍，是。其实雅霍他是一个很害羞内向的人呢，后来发现。对啊，可是你上次我明明就已经访聊过我们节目了啊。对啊。讲现在还会紧张吗？就访谈啦，访谈我都会比较紧张一点。有有有，刚感觉，因为刚感觉一上来，他刚刚唱歌感觉是整个人魅力很对，很放，然后很热情，然后一上来就哎。
是有双重人格的感觉。你有人格分裂。我跟你说，你知道雅霍在校园，他简直是新一代校园男神。他是啊。我跟你说，其他的歌手都没有灯牌，就只有他有灯牌。啊？真的？你知道我去主持那个演唱会啊？嗯。假如说其他歌手们，他们都是。那个台下同学都是拿那种日历，然后拿一面翻的，然后第一面譬如说露露，然后第二面大根那种，我们有日历翻的都不错，是灯牌哎，哇，专属 LED 灯牌，很嗨，对，但是现场就是大家也等你等了蛮久的，他们都，你们应该，你几乎应该都认识他们了吧？多半，蛮多熟面孔。手都是一路相挺的朋友啦。嗯，是这张迷你 EP， 跟我们再讲一下好不好？例如说刚刚那首作品。对，好，那刚刚演唱的歌曲是 EP 中的第二首歌，叫做《我就是我》，然后是有点像是我内心的自白。嗯，对，就是其实我就是有经历过一些比较大的风波啦，对，就是一些负面新闻。心路历程。不会，我跟你说，有新闻就是好新闻。就是限制了大家的想是这样子没错。对，如果真的就是大家不想要理你的话，就是大家也不会想去抱你，代表你已经成功的第一步了。嗯，所以你要继续教，因为你看这么多人支持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们是不是爱雅霍的？哎，刚刚怎么迟疑了？刚才讲，是，你不能呛。你们外面听不清楚我们的声音是不是？这张专辑其实你有加入创作，对不对？但这首歌是比照着你的心情量身打造出来的一首。这首歌其实就是副歌跟 rap 是我自己填的。哦，你说刚才那段非常厉害，中间的那段饶舌是你自己填的？是。哦，我是第一次尝试填饶舌这样子的。就我自己私底下的创作，其实饶舌居多啦。哦，真的哦。有放上来的，目前就是先慢慢啦，慢慢啦，先不要一次曝光太多啦。所以这是应该易如反掌吧？就说哎，雅霍这段饶舌的话，你可以自己写一下。啊，没有，这段饶舌其实是本来是没有的。哦，是后来才加进去的。对，是配唱完的时候，就是有跟配唱老师讨论一下，嗯，然后就是临时加的这样。就觉得加进去嘛，是没办法呢。对啊，其实不然太空了。哦，不会。哎，雅霍，你现在。正确的年龄是几岁啊？20。那我先离开好了。隔壁那个伯伯，他现在已经弄没串了。我跟你讲，他刚才那段饶舌，在我的眼中，你知道看起来像什么？你知道？我念完我就是喘死。哪有那么夸张？哎，刚才那段很快耶，你不要看他这样的。很快，其实是蛮难，所以其实雅霍是。平在他的音乐上其实是下足功夫的，嗯，而且你要让大家就是不要有再有负面新闻的话，就是让大家知道你是很认真在做这张专辑跟你的音乐。所以我现在很努力在创作。我觉得这张 EP 只是先给大家慢慢的一个算是影子，投一个头，对，然后之后对之后如果说更完整的作品的话，才会陆续不管是你的其他方面的才华或者是你创作才会越来越多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不要看士林哥哥，他现在会他 rap 那么厉害，他以前也是口疾呢，对呀，讲话讲不好呢，对，所以他才会上垃圾垃圾。就垃圾，是因为他讲不清楚。对，那个是一个口误，然后就我妈是北派哦。对，我跟你说，这张专辑，你知道是因为雅霍呢，他其实魅力不只是散播在国高中生界，就是新一代的情人之外，因为他其实有跟厉害的人合作。这张专辑的主打歌，我们的情人节，然后是有 MP 魔幻力量的姑姑老师。哦，姑姑老师好。那你们两个是怎么搭上线的啊？姑姑老师是透过公司，对，是公司找的。那他原本就是你的偶像吗？我 follow 他蛮久的。啊？你 follow 他蛮久的？怎样？你为什么会 follow 他？不小心按到是不是？没有啊，就是啊，人家的偶像。哦，偶像，喜欢，所以那跟他合作会有压力吗？一开始，因为基本上他是一个神经病，所以你跟他合作的时候。他应该很逼人吧？对啊，不会啊，他很 nice 啊，就是。还蛮亲切的。你看他说他很 nice， 他就是神经病。你说不错，再一个，来，你再听再多一点，来，再一个。姑姑是在音乐上很积极的人哎，你知道就是最近他做了跟叮当合作嘛，那连叮当都快要被他逼疯了。我都快被他逼疯了。对啊，他是一个效率很快的人，尤其在音乐这一块上。你看他很冲，他很认真。对，很冲。哦，那你应该第一次。跟他见面的话，应该会就像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录戴尔森，然后进到棚内看到桃子姐的第一眼，我也会觉得内心是小鹿乱撞那种感觉。你会有这种感觉吗？紧张，对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比较，就是可能第一次见面的话就内羞害羞的人，害羞内向，慢热啦。慢热。对，然后就是很兴奋啊。怎么样？内羞害羞有错是不是？我讲完之后，大家他说内羞害羞，是你的好白痴哦，中文好差哦。哎呀，内向害羞。对。啊，谢谢你。
我现在才发现。你也太晚纠正他了吧？哎，我好好奇，天啊，或到底他慢热，你热起来会长怎样哦？你真的熟人，你会就是开始大跳热舞？不会这样，这样就是对，你会私底下跟朋友这样子，切又干嘛？对啊，屁干啊，哎，把布啦这种。哦，你在讲？对啊，哎哎，超嘴的，超屁的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嘴炮是一定会的，就是跟自己朋友啦，对啊。然后就是其他，因为他刚发第一张，先不能把这一面拿出来。没有啦，因为是你哥哥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内羞跟害羞。对啊。哎呀，我被你传染了啦！我跟他内羞害羞跟内向，没有错，没有是害羞跟内向啦，喂。哦，哎呀，被你搞混了。好烂的吐槽哦。哎呀，来势汹汹的小鲜肉铁养货美丽太逼人，让咱们的主持人不仅说起话来语无伦次，露露更开始装起可爱啦。还没有在节目上表演过，又是我们，我们是第一次，第一次是。你觉得刺激？想要听铁养货唱歌？烦呢、欸。金字号，我是货宝。天后的电视演唱会上首次表演的歌曲，等等回来你能不听吗？